处理的话，假如是在村子里他们家是姓李，皮子不高，那就从劣质，他们这几年都没搁家过。我不是，我不知道，俺娘家是牛。那个马森盖的房子可没。那没那日子。我这个都看着都是老好看。
那个人钱这么大不吃，在那工资涨了我是穷苦，你单位开着一百他都不吃，我出去转给他连水给他转一圈，你回来他都吃了，挺帅的。那也不是这股我家家那带多少药这股没带什么六幺五也为人大为人大也不舍得给着那快有带的要压住咱俩不是目的大东西他们的心那秀看到黄毛老那秀看累了。这是他没力气还能干啥呢？还能干点事下路，我说就那切了老黄，哎呀。